有做什么事情，没有，真的没有。他也不太运动的人，运动的人，对对，你看吧，你腰线就出来了。就像我刚刚讲的，就是因为年纪的关系，代谢变比较差，所以我像我自己的话，我自己其实就是有补充一些，就是可以让我高代谢，然后好排便的营养品，就是这个。那其实因为大家就会讲说，哎，你最近怎么瘦的？然后就有听到叶酵素，然后我自己就想说叶酵素，然后想，哎。就是我在吃的那个叶酵素这边200%以上，超浓。对，就等于说你在睡觉，立马是代谢在运动哦，它还是有在运作哦。睡前我就吃2颗，然后你吃完它，我觉得会比较容易让你入睡。然后再来就是我自己吃完，我隔天睡觉起来，我发现神清气爽。对，而且你会觉得就是气色真的是蛮好。对对，看到老公也会有一点笑容了，稍微有一点。对，你最近真的有一点曲线，明显。我真的觉得我最近哦，很明显。一璇怎么了？一璇，最近真的整个人超明显。我帮你拿一璇。哎，这个腰也没有做什么事情，真的没有。他也不太运动的人，运动的人。对。我这样子讲，我干脆做一个实验让你们看。我觉得用这个就磨成粉，对，已经磨成粉了。那我们吃了，比如说盐酥鸡、盐酥鸡啦、麻辣锅啦、刀削面啦，对，木须炒面啦，都来了嘛，对，都吃进去了嘛，对对对。那我现在睡觉了，我吃2颗进去，哦，到我们的肚子里啦，你的胃会当然会咕噜咕噜啊，对对对，胃会滚动，在运作，它在运作，是，哎呦。你们有发现固体片有发现吧？有，因为那一坨哈，本来固体，现在变得有点液体的感觉，对，爱意有没有？慢慢就变成速度很快，我刚也没才几秒钟，真的，对。好，总之呢，你看它分解掉更多前一个晚上吃的那一些无味无味的物件，而且你的肚子里不止一碗。对，真的，就一个部队的概念，对。所以现在变成比较水分，对，比较水分倒出来给大家看，大家会比较清楚。不，这就代表说，我早上去上厕所的时候，对对对对，就是变成这样。哇，它很哎，就不会卡在肚子，不会，它就不会卡，不会卡在你的肚子里面，卡在肚子里面，你就是变速。所以我的魔胎终于要生出来，你的魔胎就会像这样子倾巢而出。耶。